你要看红色的吗？所以要先有红色的那个钥匙进去。啊？你就绿色的？我就绿色的。但是红色的魔具我到现在还没有开。那你先去开开看。绿色的。是要拿这假的去开的？是拿假去开，还是说再去袭击有绿色钥匙的警察之后拿去跳光？你先拿假的去开开看能不能开起来。肯定要掉包啊！那我是不是要把蚊子米先塞进去啊？还说你隔间都塞满？我隔间也都塞满了。对的，我的天，我的仰望深处啊！那我裸体吧。嗯。你在用是吗？蚊子真的很小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蚊子，蚊子啊！你那蚊子真的很小哦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蚊子，有些肢体啊。哇，怎么回事？感觉就是你静坐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没有问题。不提倡脑飞啊。木板，这木板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一次木板啊？哎，我操！你防御低呀！我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真的要被通缉了啊！我已经死颗心了。共同。
红色钥匙来确认一下。你不是要做红色钥匙吗？红色钥匙。那、啊、还有缺什么材料？对啊。粘土。啊，做粘土要用什么？粘土吧。我刚刚那要那个牙膏跟，还是叫什么石灰粉？嗯，是不是扁平啊？滑石粉吗？还是对滑石粉？哦，滑石粉不是违禁物，那我就放在外面，这个不是直接喝啊？先放你那边。要怎么上去啊？有打开就安逸。被修好了，能被修复吗？先扫毒。嗯，咦，怎么拿起来？没有，一直按着一。那现在按什么？按 Q 哦。
反正三更半夜不睡觉。哎呦！哎，快掉啊！我还有一个题板。不是他修复的吧？淹水了，好淹哦！Thank you.
牙膏放在那边。牙膏？什么东西放在这边？好。啊？是。木棒应该不是违禁品吧？对，就是违禁品。没错。木棒应该不是违禁品吧？木棒。是啊，谢谢你。那我要去四楼。你是去开门吗？还是？哇塞！我又被追了。啊！我操！太过敏感。没有，我是拿那个拿着钥匙，我就有事了，你知道。我人在地洞里。怎么办？钥匙，人在哪？人在哪？你有人过来啊！被抓了！要死了！要死！完蛋了！是要……对，浴室钥匙被烧了。没办法开。不可能，拿塑胶钥匙也没办法开耶。哎。没有，不是我。没嘴了。这个身上全部都被烧了。什么？下面他被打了。下面发生什么事了？现在要怎么办？是直接弄红色，还是你要再用法力？尽量就是再打，再打他一复制。
再用绿色的，红色跟绿色都一样。什么酒啊？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是不就是你？现场开始，开始发现损害哎！可是没有被抓到，挖地洞，刚刚挖歪一个地方，所以你是不是挖地洞啊？地板怎么有点裂开？被抓到了你！这三颗星啊，我有去工作啊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没有啊。反正现在不能花钱，你不能做这么差的样子。
困住了。啊！我被困住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怎么突然间？你是去开门吗？还是？没有，我在外面乱抓，所以抓到。这只狗狗怎么跑到我房间？小心，等一下被咬。不让我睡，我只要躺下来，它就一直把我叫醒。叫醒啊！他看到我手上拿了什么，这样子加速，打他！我。卷胶带，拿什么东西啊？警戒度跑到一百，一进一过去就被捡，对吧？警戒度一百呀！我警戒度还太高，过去被捡。下一次饭啊，那个星星太多了。
看权力者数字，我交代呀、啊。油了，太油了。我说很多牙膏啊，牙膏大道，什么东西被打了？哇，给我一个！那一回房子花了，身上没有牙膏。要去点银架，好，你不是违禁品。木材啊，违禁品不见了，怎么念呢？哇，隔间的应该还在，我的房间被烧了。废物，你的物品都不见了，说怎么办？隔天还在啊，你该不会都把那些重要东西放在上面？怎么办？早在做啊。没有啊，只是不见，不是很重要啦，还好啊。重要的已经收进去了，所以你要打火机吗？电线。这条电线，我要电线。该是去打人的时候啊，高级武器啊，这锄板。权杖可以打打，对不对？我权杖被收了。
哇，用这个来打他们。被一堆警察追，太多次，太多次。对，不行啊。好东西要被烧了，我们敬业了。电线放门口，好，你长打扮成那样，我还以为是，我还以为是谁先点狱长，打了打了。线索快！他妈的，他这种收我东西干啥？
这么准。没有啊，根本就没有开啊。刚刚是不是说什么自爆？可是我看错了。怎么会有一个定时炸弹倒数是自爆？封锁真的够久，我们这里蛮久的。你不会尽情放地上？有气孔，红底的不是？啊，我的东西！直接把红底收走。不是那个，是电瓶啊，油气桶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是，对呀、啊。啊，那个劲啊，在西洋啊。跑来我房间干嘛？早点没完之后，就会更新物品。想烧我东西，对不对？
花示范你还要吗？那电线呢？电线还需要吗？嗯，先不要好了。电线需要啊。那牙膏呢？电路板也要啊。牙膏不用，应该都不用。两个布棍加一格电线，变身外科医生。
一楼啊，大部分警察都在二楼。两边的警察比较少啊。啊，东西都不是。什么地方？啊！我想去打，你在打他吗？太水啦！救命！我要死人啊！不要吃不饱啊！这什么太大，东西有点少啊！哇，对东西，你说警察吗？是你的武器跟防具都要有才能打，防具有升级了，这很难打耶，结果还打位被回殴吗？对啊，警察那就没办法了。我都有哦，防具升级啦，可是还是打不赢啊。对啊，等一下通马桶。开金手指，就没有一招致命吗？警官在休息，我打他的。可能被收走两个，你要木材啊？你要胶带吗？胶带我遇到很多次，啊，那是胶带人少了吗？嗯，要胶带啊，可是不一定都有啊。这什么？你们都被洗。翻箱子，然后就没事做了。
打检查，实际上你是在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。你有看过？我还有打警察，打警察也可以捉子啊。那我就打犯人就好了。对啊。好像没有哎、欸。电路板也要。对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啊，我这边直接没到。我很紧张。怎样？你被追？
你要爬上去。嗯。哎，你怎么出去的？我因为封锁还没结束，所以可以开。哎，我不能。就可以攀援了。路板跟胶带，路板，胶带。哦，感谢。哇，这里有电影版。
我打人被他看到了。你被追了。谁知道现在是工作时间啊？体育板倒是很多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身上有拿什么钥匙之类的东西的？哎靠呀！为什么我被咬了？没有啊，身上没有啊！啊，我东西被烧了，你看。都是都那个吧，掉啊！我的武器。
一天能做的事情真的好少，马上就弄，一路睡到明天的。看打球饭也没有多，也没有出那么惨啊。但不打做什么啊？中午吗？对，口罩。哎呀，你疫情这么大，怎么办？我怎么敢去漫画展啊？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去漫画展呢，跟书展呢。戴口罩吧。很心酸。进来了，哟，老板，去打宾馆。
什么？绿色钥匙模板？哦，对，在我这里。假的模板也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假的绿色钥匙模板。做一个假的、啊，点名完之后就会更新。点名完后才会更新哦。我真的很大胆呢。我穿这套套，他们会一直提升关注度。穿这套在什么状况就被抓。一个不注意，关注度就变到50级。因为我也没有其他地方被抓。打青色魔法警察。
有木棒，有木棒，有木棒。我放你，我先放你的手底。我去哦。警察，快捡起来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好，烟组。我不进烟组呀。好。进不来。我真的捡不起来。先躲一下。哇，金色门卡警察出来。有有有，进来。上门口，你这不对，刚刚放了。等一下，可能小资源会响哦。警报，等一下会响。还在资源，那还在吗？呀，红色的。你还会什么？差点就把最终破关东西拿到。绿色的，可恶！拿了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一直在追我？情况跟我神经质一样。是，再找个撬棍跟电路板就可以再去一次。
八九都挖洞。说好了这样子。一下，其实这游戏如果没有被围殴的话，都可以靠围死。你就成功了，是不是？又不要尿死你了，啊，必死。红色恐龙卡在哪儿？你在做红色钥匙，或者是红色门卡，那不卡通嘛，你就可以了。对，不是什么红色网门卡。我电路板都一直被收掉了，你知道吗？
哇，好多！哎，有木棒。我怕你那个。我靠！亲自。青色门槛的模板，我看，哦。烦你。我先躲一下啊。是他赢得我，他要躲起来。好，先躲一下。有可能隔挡还会受伤吗？还是扣少一点？哦吼！
不会受伤，防御的话就不会受伤。60就差不多可以走。还算高吗？攻击50会被出去会被抓吗？只有两个人，用仿制门卡就可以，就可以开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帮我拿个东西。你要什么东西？电竹竿 ，OK。你被群了，所以。被追！哦，我也被追！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东西啊？我电路板。我已经拿到你的电路板。用仿制的可以开青色的，你现在需要做红色门卡，你说环境生金线可以开啊、哦、不是那个红色门卡，他红色钥匙，对啊，他不是红色门卡，我怕打到你。啊，红色钥匙。
色门卡是现在在点名后左边那一只，叫 Mac 警官的 Mac 警官才叫红色门卡。对，那个女 NAC。看一下，对，就他，你要干他。你看，我帮他做好，我先把他长成。这个人嘛，对。没有啊，红没有红色门槛啊。哪里？被监视器看到。你要去避风头。喂，木棒，木棒，你们看有在你那边吗？我们在哪里？那我放地上哦。再半颗星就要被追了，走，我再半颗星。等一下，再一颗星啊，再半颗星啊。可不可以让我先去扫把一下？
你有被追吗？刚刚我在挖洞的时候，不能挖少挖一个，是挖搞什么？挖被追了是不是？目前还好啊。接下来你不是门槛，还缺少不是门槛。对，去绿色门槛啊！你说不是真命吗？我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被发现。金色门槛我已经做好了。哇，都还敢想怀疑全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门槛要一个人按这个按钮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进去拿东西。还要加融化塑料，你去融化。他怎么突然冲进去？房卡是这样子的。你要再打，再打就支援呀。为什么一出来就是红色三颗星啊？那你狗狗都出来了。
思。乌龟。有木棍啊，演戏道具。看我那个都做出来，这怕很棒的。你为什么有马的那个？怎么接的、啊？我不想打你，蓝色钥匙。妈！打住！这是什么？你现在学什么？游戏键。钥匙？缺什么钥匙？所以你可以去开红色的门。缺钥匙而已啊！对，你现在没有缺啊？等一下，已经打了两个小时。快一点啊！我等一下要被毒气影响。
丹田吃下去。我已经挖到监狱外了，我往上挖应该就可以出去。是吗？挖出监狱这条已经停牌了啊！对，你如果想要走，随时都可以走。从上面那个小房间，不是啊，从右上这边，所以你都可以走的样子。在哪里啊？你说那一块吧。你的小房间了吗？对啊，再从这边都挖上去就。巨人啊！
正在干嘛？东西这样子。是，我现在。好，罢工。你再缺席一次就要被抓。先让我通知降低一点。量魔喂，我这没量魔，先捡先放哪边？这个先放哪边？这个，这两个，我准备被抓了嘛。房卡可以借我一下吗？那出发了吗？不是，房卡借我一下。绿色房门卡。那你要对，你要进去看内容物。像纸东西要拿出来，对，先回去存东西，对，就是那个。那另外一条结局也 OK， 像纸的东西OK。舞台剧剧本是什么？我有鞭子。嗯。还有一边呢。去看是不是地方那边。嗯，我说那个绿色按钮按下去是绿色门现在都可以开的意思吗？好啊，明天早上就是等一下试试看就知道了。你睡觉、哦。去拿东西。
恭喜我被送了呀！绿色有带吗？要不要带一下？这怎么开？这绿色门啊，这个不会又要爬墙的吧？哦，好吧，我们去看一下红色的。你要进去看，还是我进去看？干没做了，对呀、啊，哎，这里要仿制红色门卡，你有用融化塑料做？你进去，那就进去，自我开。好，没做哎，你这个是要证据门的那个啊？碎工加工啊，那只是模具而已。没鬼，这我在想呢。假的也会用啊。999了，我可以做了、欸。你在打人？可以来了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在打起饭，都只是素材而已。对，就跟你说，不要五根线，你要吗？
这是素材啊。好，我的哪里有线？其他都是外面看到的东西。普通的掉地上了。有木棒，等一下，要出去了吗？已经可以出去了。看你要不要啊？好吧，快出去！现在就可以出去了。好啊，走。哇，出去了！噔噔！怎么可爱？我不知道它的评分标准是时间还是怎样。哇，这样买衣服，简单的已经打了，因为简单可以关时间吧。我发现这玩家具肯定要加三四，你还要再玩吗？不可以。期待一半。就先到这里，好了，欢迎大家再看《九龙人》上路，那么我们休息再继续。真的，好，就玩到这里就好啊。新的时光，现在我关掉了。多久？两个半小时。